傻光鱼。哎，这玩意儿最笨了，你们看他表情啊，开心，这不敢撒手啊，再撒手他跑了。这个鱼到秋天长得老肥了。哎，这来个螃蟹啊。哎，这是个母螃蟹，看一下啊，它这种估计也快产子了。哎，看一下你，老妹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要是蟹奴就给你放了。哎呀呀，你看这种带小粒的，这就是母螃蟹了，能看见吗？这种颗粒特别明显啊，就这种，特别漂亮，这种得给它放了啊。嗯，去吧，老妹儿，嗖嗖跑。这是个成王，先撒上点盐，管它出不出来呢。这个方向，从这儿搞。这跑得好快，估计是跑了吧，跑了，没接住。哎，还在，还抓住他了，上晃。这小子还等我一下，看他这个头，他这头估计是卡在里头了，他跑不动。这晚上扒嘎了的人太多了，这种嘎了可以卖钱啊。啊，这个头还不小了，个头挺大。这小夫抓一条小鱼儿，这个鱼可多了，他一搁浅一会儿就死掉了。哎，看看表情啊。开心，这种的就带回去喂猫耳朵，正好长得胖胖的，特别喜欢吃。你吃吗？小福他不喜欢吃，他就喜欢抓着玩儿。嗯，塞你牙里，他不要你。小福，小福他不要。一个海兔，哇，这个好肥呀、啊！小福来，快看看。这种已经吐沫了啊，这种养不了。他们有的蘸着小料直接就这么生吃，就这玩意儿。给你们放这儿看看啊，它在这边爬，它的吸力特别强，能看见吗？它那个爪子，这玩意儿它是石头爪，跳崖自尽了。它是石头爪子的，八爪鱼是有八个爪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猫耳朵吗？好像真是啊，是，给它洗干净了，再去捏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，这缩的太快了。老浪，老浪，来，好吃的小鱼儿，每次赶海都得带回来点儿，可喜欢吃了。这贝贝就不爱吃鱼。等会儿我把那肉给它撕吧撕吧，完了骨头给他们，他们比较喜欢吃骨头。他抢了俩，连筋带骨头的，吃吧，香香。好久没吃肉了，是不是？在那儿，看见去吧。今天把这个公螃蟹给它炒了，这玩意儿做辣炒比较好。嗯，从中间再给它劈一下，这就好了。把这个钳子给它敲一下，这样它炒起来更入味一些。小粽子特别哇塞，你们包粽子包啥样的？
我们这都是这种型号的，有的包那种大肠粽子，哎呦，那一个就吃饱了。看这，来一口，嗯，这是甜豆。这大骨头怎么样？好像没什么肉啊。我就喜欢啃这个筋，先来一口这个筋啊。嗯，香香啊，这个要是蘸点蒜泥更好吃了，吃吧。这小螃蟹，看这肉，嗯，真嫩呐，又鲜又嫩呐，太好吃了。嗯，来个米饭，看这个壳，这壳里的膏好像没多少了。这螃蟹壳，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。喜欢大齐的朋友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天太热了，才下了点雨。